邓超晒和孙俪合照，超哥又出来撒狗粮了。邓超孙俪这对娱乐圈模范夫妻真的令人羡慕，花样记录婚后日常，吃喝玩乐，彼此潜移默化，夫妻相也越来越明显了。如今两人结婚11年，依旧是如胶似漆，甜蜜四溢。在邓超幽默的风格熏陶下，原本温暖大方的孙俪也被带偏，两人的日常动态让不少网友羡慕。孙俪虽然工作大为减少，但还是保持每年一部剧的精品输出。在采访中，孙俪也公开提及了自己与邓超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，在家庭与自我中达到了平衡，平时喜欢健身，出去一小时就会被家人的信息狂轰乱炸，老婆你在哪儿，妈妈你在哪儿，孙俪在家庭中的重要性。婚后两人在生活方面也做出相应改变，最快乐的事就是一起吃晚饭，随后可以用心陪伴孩子，关切孩子们的成长。孙俪经营婚姻的心得来源于沟通与互相鼓励，这样会减少与家人的矛盾。邓超天生的乐天派，经常花式秀恩爱，祝他们幸福快乐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